刚刚，有，可以，可以再说一次吗？是木头，七八九是木头。我给你们红纸，给你们红纸。石是石头吗？石头，石一般鹅卵石，鹅卵石。你再说，可以再说一次吗？三个木头，四个鹅卵石，一个铁，一个红石。OK， 那几座，给那几座。七八九是木头，一四六三四鹅卵石。有多铁吗？你有给我铁，给我铁，给我铁，有我有铁。我没有铁。七八九是木头，然后对，然后四个鹅卵石排在旁边。我在烧金矿，你刚。然后上面是铁，下面是红石。没铁了，少一个铁，那就没办法了，我没办法做。没铁，真的没铁。没铁。谢谢。烂哇！哎，战斗时间到了，你们准备好就可以去打。对。那你们可以看到现在，好大声！我们动作有点慢啊。现在蓝队的分数已经屌压红队了，因为他们三个打掉，都有。阿进，我不知道位置。饼干宝箱里面有食物，你可以拿一点，拿多一点去走，然后你跟着菜渣走。你的装备还没有很多。然后现在你们现在可以看到两个遗迹，分别是你们地图上的 B 跟 D。没有手。对。你是裤子。可以像阿进这样沿着遗迹。饼干，我帮你做裤子，你不要做。好、哦。对。哇，我们现在红队一定要拼命的抢。有宝箱里面有，那你就走。好，拜拜。哎呦。现在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遇到，有一点紧张。紧张。那几有跟着我们吗？是有一种，我是有一种，在这好像又要迷路的感觉。那几你有跟着我们吗？没有。为什么不跟着我们？黄金剑和铁剑什么比较碰？铁剑，所以我一定要做铁剑。对金，因为金比较软啊，傻子。打不赢啊，我没有铁啊，那我就赢了啊。耶、yeah。红队现在也可以靠杀人啊，可以靠杀人拿分。红队你们现在就是一定要追了，因为你们食物有拿很多吗？为什么我觉得你们好像没拿多？我拿了四个，可能不太够。反正宝箱里面我都会再放。阿进遇到人叫我，你要帮我看呢、啊，我视野会被缩小。对，就挤牛奶，这种血回那么慢。再大再往上走就有了。再往上，看到了吗？右边，你要去哪？饼干，你是在斜坡上吗？碗是不是可以丢了？喝完就可以丢了吧？好，往哪边走？巧克力。菜渣，你是往左走还是往右？我，哦，理论上是左。那，左边，那边。饼干，我们去右边。什么？是走错了，走错这边，对不对？好，饼干，你先在那里等我。阿谦，我建议你现在就是让阿进一个人走，因为他们这边都没有人。饼干，你赶快去下一个点。饼干建议不要过去那里，让他们不要把那150拿回家。还是我们去看他们有没有宝箱？嗯，我懂你意思。对，就是宁愿牺牲，也不要让他们多那个150。我拿光了。然后现在就要看阿进有没有办法平安。巧克力先出去。哦，哎，饼干，上来！秒痛！我是钻石剑，哦，还有弓！饼干，哇塞，还有弓、哦，有弓啊！哇塞，不行，有弓太奸诈了。阿进，跳会比较快，一直跳。哦，好，你们现在赶快去塞别人的，不是啊，你把自己人塞起来的样子。是吗？但是你活着、啊。好。在你那边 OK 吗？我现在一直帮红队、嗯。我没有看到你。实在太压倒性了，太可怕了。你们现在赶快去，让他们不要把旗子抢回家。为什么没看到他们？我是不是走丢了？没有，你就在他家附近等就好了。哦，刚刚在打。看到了。为什么现在那个耐久度会这样子扣啊？来不及了。对啊，多准备一点食物。为什么？飘到世界外面了。又是 bug， 又是跟之前一样的那个。欸，所以我们要到时候要加八十分哦。OK。是八十吗？我都已经把旗子拿回去了。
对啊，就一百股，然后你再加八十啊，饼干饼干，跟我走，我在这。啊，他们在上面，他们在上面，就战斗位置。哦，耐久度是有 bug， 耐久度没有，是保持度。嗯，饼干饼干，他们来了。后面有人，我的保持度可以看到现在追他追他，都已经蛮接近彼此的了。我打他一下。我刚刚打完他三下了。不要太靠近那里。饼干退后一点，退后点，你先退后。我的视角是旁观者，他们现在要想办法把红队啊，红队现在要想办法把接下来要没血了，要没血了，躲起来，躲起来。行啊，有没有弓箭啊？有，要有弓箭。真的有弓箭就。小心！天哪！战神，阿金小心！你也战个屁啊！只是拿钻石剑而已，哪有战神啊？还是打掉你们啦！看我拿钻石剑，你们一下都不知道吗？天哪，蓝队太凶啦！我什么事都没做，我们没有挖到比较好的矿啊！而且我穿皮革装哎。对啊，饼干，你真的是做的 carry。饼干，你爬上来往右边走。你要是打出皮球装着好笑了、啊。你看到我吗？那是我。我看到，你后面有人。我知道。等我后退。哦，他们两个人啊。哦，你小心小心。没看到另一个。对，好紧张。阿信往那边，阿信往这边。不行啊，需要一点那个。小小，我后面有人吗？你有吃的吗？有啊，就是有。我来了。模式 Game Mode 3。哇，那吉，快跑！现在就是快跑，他们没有剑。而且那吉，你怎么还在穿皮裤？我没有其他装备，他们没有留给我。没关系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饼干，你跟我走，我去拿第二面去。红队的队友为什么不给那吉穿衣服啊？我刚把所有东西都给他了。哎呦，没办法，红队的分数现在差500。我剩下的东西只够。饼干这里哦，你有跟着我吧？有，500这个分数，是可以逆转的，是可以逆转的。只要他这面棋有抢回来，加上最后一面棋也抢到，加上有杀人，就回来了。但是那吉要有装，哇，真的是看到大家都为了抢棋。哎、欸，饼干，来。这就是一个虐杀吗？哇塞，哇塞，后面饼干。在哪里呀、啊？一点。Nice， 菜刀去抢，菜刀去抢，我们掩护你。一直就会降临在这个地方。一跟一是现在是前面这里吗？哦，睡。有，我们包围把他干掉了。有，菜刀走，菜刀走。哇塞！我觉得我们稳当拿这个，然后补给一下东西。现在就只能看红队要怎么。红队要怎么回来？把分数抓回来的。我路上有杀？没有啊，怎么会看笑话？杀很多动物，所以可以更多装备。这游戏中的是什么？小心小心哦！就是中一个策略啊，中一个合作啊。快跑！你要回头看。这边阿谦过来。哎、欸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。感觉阿谦好。他们想要劫。而且我不知道在哪里。哦，在哪里？对。饼干，你可以后退。搞错点了，阿谦在。这个还不是哈、哦。那对，还在隔壁。等一下哦，好多怪啊！只是地图啊，不需要任何模组。然后按滑鼠的中键，打那个可以切换 TP 玩家，像是我这样就直接切换。对，我杀死了，他们就没旗子。对他们没旗子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饼干，我先退哦，我觉得血量有点少。被骷髅弓箭手杀。有。被骷髅弓箭手杀死了。一个蜘蛛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难道我们买通骷髅弓箭手也要跟你说吗？你以为这里面的怪为什么要打你？都是我们的马甲。为什么你现在分数差这么多啊？刚刚有发生什么事吗？
没有，因为合成任务都、他们运到一面去了。哇塞！就刚刚没有差这么多啊。再大，你就不要被射下来。不会，刚刚差500分啊。现在差好回来了。嗯。不对，为什么现在还是差500？刚刚你们杀很多人、啊。有杀人啊。哇。你们怎么把魔符都拿光光了？我没有食物。看着阿奇。我再烤那个给你。我要找蜘蛛。哎、我发现他怪怪的哎，他宝石度满的补血好少。那么根本不是满，他就是 会跳掉啊，就是那个会。他那会跳来跳去，这不是。有人说菜渣都不说话，代表他很认真。认真的。屁嘞！你干嘛？他正在研究指令。刚刚不是说没有要认真玩吗？现在在认真什么？因为巧克力说要认真啊。巧克力开场前说一下。哎、下面的宝箱有食物、哦。所以你根本是喜欢巧克力。最后一面棋有300分，杀一个人有80分，所以红队加油。蘑菇汤要怎么做啊？蘑菇汤是两种不一样的蘑菇，然后加一个碗。碗的做法就是木头。然后是水桶的合成方式，你就426放木头，在石头上讲这个不太好吧？啊，还好啊，426放木头。遗迹，现在怎么走到遗迹？快要、突然就没。对，就是尽量 no mode 的。它也是很纯净的，在那边乱扔东西。PVP 地图。我想说。白痴！饼干里面有牛排，你要不要吃？我够了，我够了。欸、小脚，你要不要攻？哎、好啊。你做出来了。做出来了，等我一下。那你顺便给我剑。你们地上也太多东西了吧？有人在乱扔。上面这个人是在乱玩了吗？地上。有。在干嘛、啊？你是在担任一个自杀的角色吗？对。嗯，死了。这张你食物够吗？有牛排。我没有见死了。那不会扣啊。只是就是。这张，这有牛排。算这个算、不会扣啊。会扣啊，会扣啊。我保持度没有扣过。你看你可不可以吃东西？它其实就隐藏起来。没有啊，不行啊，是满的。有了，还是有差。大家可以看到边界已经在收缩。饼干走咯。紧张了。最后大战咯。这一面棋能不能抢下？如果没有抢下，就真的定生死。你盖一边，我盖一边。你已经在盖城堡了。我来帮忙了。要被射下去。他是帮你们的，你们干嘛打他、啊？我紧张，别让我什么话都讲不出来。可以猜啊，都可以，什么都可以。你要把它移平也可以。降临啦 ！Oh no！ 竟然是戴在菜渣头上。为什么？不，好梦哦。不。你们要尽量，你们要狂杀人了。2-1，2-1。有人死了不复活会扣分哦。后面有人。你们死了不复活会一直扣分哦，是故意的，太坏了吧？哪有？他们在嘲讽。哪有？哇，全部都在我们家了。哦，好多人哦。在对方的基地附近会缓速哦。是啊。可是没有看到旗子啊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是死了，已经死了，被旗子的人死了。为什么要乱喷东西？他在丢东西啊！他放弃了，他在丢剑，器械投降了。他可能是杀手吧？看我们这样和平多好。那还不是因为你们已经领先了。可是我们最要只差300左右，200，丢死你！对啊，所以你们赶快杀回来，你们杀回来就会赢诶，还有100多秒。阿靖，你就这样放弃了？我刚按错了。你按错了。对，我刚是按错了。